去哪里日子哦。耶、yeah. ！你要去交屋日历。正式交屋、嗯、像是算是切结交屋，因为有装潢的关系、嗯、所以先签切结，那今天的话就是剩下的文件要先点交。哇，现在已经做了保护，对，目前就是先拉管，对，冷气拉管，他们保护做的还蛮好，然后有这个就觉得哎、欸、不太一样，木工的水电也有拉，只是目前好像他现在就是先帮我标注，那我就拉。以后的房间管谁都拉了，然后之后要做一个回风槽，冷气就不足。就是我们家目前的样子。错。下一步是？下一步就木工啊。木工进场，开始做天花板。对，木工，我们木工的部分就是天花板，其他就是都是系统柜。系统柜为主，对，系统面木工做到一半，我们就还要去跟设计师讨论一下我们的系统柜的细节。嗯，但在定板材之前，我们还要再确认一次。我在清湖啊，你看来给你看，温刀，你不要再唱歌了，你现在看我家。手上这是什么呢？最贵的一张纸，拿到床上了。耶、yes. ，真的是屋主哦 ，I'm the owner. Yes. Congratulations. Thank you. Bye. 下次见。今天我去接卖身契，卖身契啦，卖身契，卖身契啦，卖身契，卖身契。